为着要寻求连任的现任立委郭国文，伫台南新化成立竞选总部，副总统赖清德也到场为郭国文徛台做声势，并且收到政绩来贺郭国文，希望会当当选，建立着国会，也呼吁在地所有乡亲，这是到场复选过立委上大的一场，除了希望家己会当顺利当选，也未来拜托乡亲，和平进党伫台南60全部当选。为了要寻求连任的立委郭国文，伫台南新化成立竞选总部。会场时来了，要将近5000人的支持乡亲到场为郭国文来加油，并且副总统赖清德也到场为郭国文徛台做声势。伫进入会场的时阵，是受到所有乡亲热烈欢迎，现场加油声甲动算口号是声声不断。副总统赖清德也受政绩来予郭国文，希望伊会当当选进入国会。针对在野党用乌涵甲讲白贼，讲台湾是乌金的故乡，赖总统是强烈提出反抗，并且表示台湾是民主圣地，也强调学家爸爸枪击案已经抓到主谋，甚至甲前议长李全教是上好的朋友。郭国文当选，郭国文当选，郭国文当选，签掉，签掉，签掉。抓到什么人，其实咱拢知影，包括其中一个真重要的人，对整个案件扮演真重要角色的人，就是翁文忠嘛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就是翁文忠嘛，对不对？翁文忠伫台南参什么人上好？参李全教上好啦，对不对？寻求立委连任的郭国文也表示，对手不断讲白差甲抹黑，来制造溪北甲溪南的对立，希望乡亲用选票来谴责这种白差过，用选票坚持民主价值，支持正向的选战。无论如何，一定要让赖清德高票当选，安尼好唔好？好，安尼好唔好？好。赖清德甲当选，一定发伊马兰经咧，包括林俊贤、林怡锦。包括着咱的陈廷辉、王廷武、赖慧媛、甲郭国文，咱六个立法委员一定要朝朝拢当选，安尼好阿好。郭国文当选，郭国文当选。最后，副总统赖清德也牵起立委郭国文的手，呼吁在场所有的乡亲，这是到现在复选过立委上大的一场。除了希望会当家己顺利当选，也来拜托乡亲，和民进党伫台南6小全部当选，国会席次过半，进党票投民进党，才会当让台湾各地方，让人民会当安居乐业。记者萧建伟，新化区采访报道。